25日，美籍华裔香港演员王敏德一家五口幸福游街，期间两个女儿和儿子三人在品牌店外等候老爸老妈血拼的成果，其中一女悠闲地玩弄手机，另外一对姐弟则无所事事，趴在扶手上休息。不一会儿，王敏德与妻子马诗慧现身，只见两人双手空空，并未有所收获，没有战利品，王敏德也显得十分扫兴。子女见父母出来，一家五口乘扶梯离开。王敏德发现记者后还伸出手指友好示意，随后就消失在镜头前。